なんだここ？这是哪里？我大哭是大吉，所以萨给妈的西萨都他那靠的哈兹家，我们刚刚不是还跟西萨在作战吗？什么呢？哈兹达嘎是没错，该不会我们一瞬间被西萨干掉，然后飞到天国了吧？手拿瓦基鲁亚，怎么可能？看看现实好不好？你叫我看看现实，这是现实吗？调查一下吧，走走看。那一拳被打到飞哪去了？周边漂浮的这些东西是人类的脸，还有花肖像画。有门，哪边是地板，哪边是墙壁也搞不懂，但是有门，接到哪去呢？进去看看吧。就等等啊你！哎，干，这是西萨的世界吗？基达纳，你来了。你是？大恶魔西萨，这个状况是你做的吧？伊嘎尼莫，算是吧。我达西卡我麦塔吉欧啊，可可你修代西达，我招待你们来的这里。难难的斯东，你在说什么啊？这里是我们为什么会？马祖啊，啊，总之啊，你们先放轻松吧，不用那么警戒。来吃点东西吧。你从怎么回事？所以啊，我说你们先放轻松点，行不？我啊，想要跟你们进行对话。对话。ここは時の狭間，这里是时间的狭缝，跟外面是属于不同的次元。因为你也就是不需要在意外面的事情。你就当成是做梦好了。妈的，怎么人家大恶魔的技能那么潮？你一个卡龙整天只会丢丢锁链跟跳来跳去而已，人家还可以直接把你拉到异空间来耶。对啊，这才是大恶魔吧？人家这么潮，卡龙你到底会什么？气死我了。少し時間をやろう。那总之先慢慢留点时间吧，来喝喝红茶，放轻松。准备好了对话就跟我说一声吧。会是悠久的大恶魔，看这等级真的完全不一样。啊，除了颜色以外都是普通的东西。先喝个红茶，好香。人类的文化嘛，我最喜欢红茶了，喝多也不腻，也很顺我口哦。哼，谁知道你会不会放毒？嘿，你妈，你好小家子气哦！你超小家子气的卡龙，你不要这样子。喂，你没礼貌喂卡龙，人家特地拿茶给我们。你生什么气啊？放心吧，我才不会绕那么大一圈啊，用这种方式杀你们呢。这个空间是啊，简单说啊，这里不是现实世界，是我做出来的世界。我的世界，你是这么想吗？你就想象成时间停止了，进入了一刹那的梦里，就是类似这样吧。这真是超常现象呢。明明你是个魔人说。为什么东西都飘着呢？这些啊，肖像画是所有跟我定下契约的人们。诶，你跟这么多人定过契约？啊，恶魔没有什么寿命嘛。待了这么久的时间，那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数字啊。等级完全不同。好吧，来吧，聊天吧。好吧，那反正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是这样，我们也没法抵抗啊。也是，既然你要把我们这边叫到这边来讲话，那就讲吧。他是故意的啊，聪明。
さて、話はもちろん、啊、吉里安リドナについてだ。好吧，那我们要说的果然是吉里安的事情了。吉里安，吉里安他现在因为契约的关系啊，他把五感都丧失了，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也听不到。怎么会？那拘束的解除明明不是他本人的意志，至少应该会留下一点吧。我刚才那里呢？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帮西里安帮到这个程度呢？你们在你们眼前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这种事情当然是因为西里安他是我重要的朋友啊！啊，哪个比较重要啊？所有可都假里马圣娃啊，就理所当然的嘛，理所当然，所有的都干这样啊。我担心你要送我们安奈，我可不这么想哦。诶，確かにお前にとってジリアンは友なのかもしれない。确实，你跟西里安也许是朋友。しかし、忘れてはけれではないだろう。你可别忘了，西里安啊，可是一直在你的复仇之路挡在前面哦。回想吧，在第三时刻。你们在拉塞鲁巴罗斯那里出现的基里安，诺艾尔，我不会让你复仇的啊！就算要我跟恶魔定下契约啊，总之你不要再跟拉普拉斯扯上关系了，放弃复仇吧，过好你的人生，基里安呢、啊？可是为了让你们复仇而选择了这个手段哦，而且还借用了恶魔之力，那、啊、虽然是巴罗斯骑士的，就是。而守护市长，这也是他同意的契约。那、啊、虽然不论手段，但是他可是完全妨碍了你们跟市长的复仇哦。基里安啊，そんなにこと考えていたんじゃない？基里安才不是这样想的呢，他只是有点被冲昏头而已，他只是不想让我犯罪而已，就是这样。そうだ。摩基洛，没错，当然我也明白基里安的意志。基里安呢啊，作为守护市长啊，这个名目实意着我。然后呢啊，憎恨着骗了你们的巴罗斯市长。但是契约上他没办法反抗，就是说，其实基里安早就知道市长是利用他，但是他没办法反抗。对，无论他得到多少力量，再怎么说巴罗斯也是介绍恶魔给他的人，他没有办法对巴罗斯刀刃相向。だがジリアンはそれでもよかった。他觉得这样就好，比起打倒市长，他希望的是你的安稳。所以他把自己的五官、五感奉献给了恶魔。とはいえ啊，虽然这么说，即使被逼到这种程度，你跟卡罗还是选择了继续复仇。ならば，那既然这样的话，ならジリアンの頼むでもない。他说：“所以他们这样妨碍你，你还能称呼他为朋友吗？”啊，ジリアンだとこのまま遅刻に落ちた当然の目障り存在だと思えないか。他说：“ジリアン呢？啊，就应该是这样，活该落下地狱的存在，你不这么认为吗？”第一个就说：“そんなことはない，怎么可能？”第二个：“そのとおりだ，当然是不可能。”我相信ジリアン。そんな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わ，才没有呢。朋友希望我过着和平的生活，怎么能说逼我呢？他的あんなにも，他为了我这么的生气。モドと言えば，那要说的话，这个复仇本来就是我擅作主张开始的，怎么可以害他落入地狱呢？だがこんなこともあった，也有这种事哦。今度はオスカ殿，这是你跟奥斯卡在火车上的死斗啊！这个我好像最后已经记不清楚。回想在第四段的时候，哎、欸，阿甘安安，哎、欸、，Thank you for subbing， 哎、欸，谢谢阿甘，谢谢订阅哦。那所以知道苏巴尼路卡啦，那如果啊，就是说那个。
如果卡龙在诺艾尔身边的话啊，就不好了。我要把诺艾尔这个坏虫驱除，来，卡龙这个坏虫驱除，这样的话，诺艾尔就可以重新考虑的吧。基里安娜啊，他认为啊，他想要把这个就是把这个卡龙驱除掉，因为他认为复仇的刀夺走了你的新的伙伴，夺走了你重要的朋友，夺走你的力量。どうか、これがトモのやることか。你认为啊，这是朋友该做的事吗？还是你也认为他这不是在逼你呢？确实，那个时候的基里安有点勉强，听不进人话。但是现在想想，基里安也是拼上老命的。那个时候，吉诺官也在场。所以呢，就这样，你允许那种暴力的行为？你不认为啊，基里安该在那种地方活该该胸口被开个洞死去吗？そんなことはない。啊，确实基里安的手段有点过分，但是他还是不希望我复仇这件事是没变的。むしろジリアンはそうさせたのは私。ジリアンの主張は私。虽然我并不希望基里安的袭击，但是我明白他的意志。啊，你就是不肯承认就对了。基里安也有了面向我跟我们作战的觉悟，是吗？大概也有这种事情。回想吧，第五节的时候，在你们面前暴力相向的基里安，听好了，诺艾尔。啊！只要你发誓，我就可以救你们两个。如果你还是坚持要复仇的话，诺艾尔你就死定了。啊，我们也不会救你的，诺艾尔啊！我可以拯救你。在大石牢里面，基里安这么说了，在复仇的你们面前攻击你们，这样子威胁着你们。哎，确实那个时候基里安很兴奋，所以完全不听话。他还伤害了你，跟巴罗斯不是一样吗？你真的可以认为这样对没错吗？啊，你不觉得基里安如果再也不能说话，乖乖闭上嘴太好了吗？才没这种事情，这种事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朋友。你不要瞧不起人了你，头摸他西达达拉，居然是朋友，一定多多少少会吵架的嘛，才不会就这样子当不成朋友。そんな理由だけだ，就这样，就这样啊。巴罗斯市长啊，是有明确恶意对我们出手的，但西里安不是，他是被感情所左右，他是付出了代价的，跟巴罗斯市长那种肮脏的恶意是不同的。而且，最后他还说想要，就是帮我们选的道路加油。他是很温柔的人。这里是西里安的病房。哎，这是我跟巴罗斯长还有拉普拉斯。我的复仇啊，是憎恨着利用我的梦想的巴罗斯市长，还有对于利用的西里安的愤怒，在这两者之上才成立的。だから、私自身の復讐もシリアの子供、どちも大切なこと。不管是我的复仇还是西里安，都是很重要的。我绝对不会舍弃任何一边。わかった。看来这不是假的了。看来基里安对你们来说是这样的存在。そしてお前にとてもジリアンは。啊，而且啊，基里安比起完成复仇这件事是毫不逊色重要的朋友呢。そうですわ，没错。所以啊，我们既要跟巴罗斯市长开战，我们也不打算失去西里安。有意思。では，那么。その覚悟をか。口だけではない、ここで証明してもらうが。这份觉悟，你们
不要用嘴在这边证明给我看吧。哎，不是啊，鸟大哥，我说不是我嘴炮王你就应该相信我了吗？等等，你要我证明什么？明知出招天地异变，连颜色都变了，你是要我怎么跟你打？不是我讲完之后你刚刚应该是很感动吗？你不该是感动到帮我们，然后把巴罗斯市长那王八蛋痛揍一顿吗？好像不太对劲啊。嗯，哭的我。お前は言うだな。你说了，ノエルグッデ。吉里安我，我们呢？那吉里安不是你复仇之柱的一半？那来吧，その手です。カミドミロ。那么抓住那只手给我看看吧。来吧，这就是至今为止那些契约者们的痛苦与代价。请吃这个风。すごい風。立てるだけで痛い。好强的风。连站着都痛。大师你，欺负你，对，来躲到我背后吧。你这样的肉体受到不能承受这种冲击。我要拯救西里安了。西里安，你都哪口口大，都是的。西里安就在这边呢，怎么了？早くしないと。五感だけではなく。啊，你们再不快一点的话，不只是五感，连他的命都会消失的。それが嫌なら、お前命のかけて。啊，如果你不想要发生这种事，就拿你的命来吧。伸出你们的手吧。如果你们七里安在这边死了，你们的复仇的一半也在这边以失败告终。嫌だ、もう戦いたくない。已经不想再作战了。ノエルは僕をかけたんだから。これ以上僕がノエルを邪魔しちゃいけない。ノエル赢了我就不用再妨碍ノエル了。西萨，我已经再也控制不住了吗？ノエル，ノエル，你在哪里？ジリアン，まだ助けるなら、絶対助けてみせますわ。居然还能救你，我一定会救你的。卡隆能走吗？どうにか。试试看，快拯救西里安呐！打没打？我不行了，卡罗，你怎么就倒了？口口妈那家，现在到西里安面前，就算能到，你的身体也四分五裂的，不行，好不容易有了帮助西里安的机会。だがこのままではこちらまで倒るぞ。但是这样下去你也会倒的。それでも即使这样，西里安的このままにはできませんわ。我不能放着西里安不管。喂，よせ，别！本当に死ぬぞ，你真的会死的。继续。哦。何も聞こえない、何も見えない、感じない、什么都听不到，什么都看不到，感觉不到。可爱哟，好可怕！都死在那一点，就要这样子，没有办法贯彻一个意志而死去吗？我就这样一直逼着诺艾尔。果然我还是不该存在比较好吗？そんな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わ。还没这种事呢。继续。眼前已经。我拜托了市长，请他恶魔来帮忙。但是万一这样下去，西萨打倒了诺艾尔他们，结果因为我的任性而把诺艾尔卷进来，害他们死去吗？不行，我已经不想让谁死了。那考えることは意味ありませんわ。别这么想，不要去后悔自己所选的道路。我就在这边哦，吉里安。まだよ，还没。我的手还没伸出去呢。あなたの行動より、啊，你呀，总是比起。
比起你啊，比起自己啊，想到我的事情，无论什么手段啊，都会伸出手来，即使牺牲了自己也一样。你们呐，あなたの気持ちわかります吗？我终于明白了你的心情。重要的人啊，看他们一向破灭是多么的痛苦。你要做出这样的结局，就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很痛苦。谢谢。せめてこれ以上辛い思いはさせません。不会再让你痛苦。等等哦，贯彻我们的任务。什么都看不到的说，可是好像感觉到了什么，有什么在，好温暖的感觉，好像是诺埃尔吗？跟那时候一样呢？是诺埃尔吗？So yo, 吉里安，是我哦。タクシーはここですわ。我就在这里。こんなになるまで啊，就是为了我们啊，坐站到这个地方，谢谢你。哦，大丈夫よ。放心吧。ノエル，为什么你要为了我做到这样呢？我对你做了那么过分的事。对我的思念，那不就也像是对钢琴一样的思念吗？所以我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呢？啊，虽然选的路有点辛苦就是了。今天的你闪闪发光，很帅哦。对不起，谢谢。いいのよ，没关系，我们才要说对不起呢。太棒了！好了，居然你们得到了答案，对话就到这边吧。ひくがいい，你们可以走了。もはや私がラセルバロスを守る意味はない。我已经不需要再去守护巴罗斯市长了。你要放弃契约吗？你是个大恶魔哎！それこそがジリアンの、いや、契約者の真の願い。叶えることを判断してまで。不，因为我已经判断了西里安，也就是我契约者真正的愿望。他的真正愿望并不是守护什么巴罗斯市长。你忘记了恶魔契约条文吗？大恶魔在无法实现愿望的时候破弃契约的话，然后那个大恶魔就会失去大恶魔的资格，回归虚无。你明明知道，你还要放弃吗？我已经活了不知道多久的时候，我已经也不害怕什么回归虚无了。なぜお前がそこまでジリアンのために？你为什么要对基里安做到这种地步呢？阿库摩德啊，恶魔啊。是为了实现契约者的愿望。如果这样下去，那他说，如果我放弃这个啊，就可以让基里安恢复到日常。那我这个大恶魔消失，那接下来如果你们打倒了巴罗斯市长，
多艾尔的复仇也会停止，这样子才是基里安真正的愿望，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年轻的大恶魔啊，你也记清楚了，恶魔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失去他的荣耀。被契约这种规则玩弄啊，只是啊被只是被就是被排挤，等于是被契约者的愿望啊给骗了。明白了。EK， 走了，诺艾尔。啊，基里安的五感跟意识虽然现在还不会马上回来，但是一定会慢慢恢复的。谢谢你，大恶魔西萨。哎，我们新年快乐。谢谢你，基里安。でももう私の姿だけ見る必要はないですね。啊，你已经不需要只看着我的背影了。你已经有了自己的路，自己的意志，跟我是同等的存在。この勝負私が勝ったら，这场胜负是我赢了，所以我们要继续前进。所以你也走上自己的路吧。行きましょう、カロン。走吧，还有一集就可以打倒我们的敌人了。好，走吧。啊，干西萨好帅哦！我错了，干卡隆你个废物啊！干西萨帅到不行啊！跟他说拜，我可以换人吗？我可以换个人订契约吗？如果一开始我就是西萨，我可能两集故事就结束了。走吧，再看一下基里安，他睡得很安稳。真的是超白耶，整只白到不行。何？なんで突然、どうしてシーザーが？为什么西萨他？丢吧，ノエル。好。哎呀，プレゼントですわ，这是给你的礼物。西萨，谢谢你们。直击呢，不过还没有结束。我们要出去这个阳台。是我们赢了。巴罗斯市长，德伊兹莫、克伊兹莫，哪一个家伙真是的？重要的时刻根本派不上用场。お前は何なんだ？你们嘞？プラ、ラプラスに生きるものは俺の思い通りになるなかった神だ。人間の思い通りなんて。还没有看太懂。他说：“以前的你呀、啊，很强，站在拉普拉斯的顶点，充满了前进的力。但是你现在没有了，你在成为市长那一天就停滞下来了，被拉普拉斯封印起来，被扣了起来，就这样满足了，所以才会被后辈给追上。原来如此，真是真无聊的。”虽然不甘心，我认输啊，我也伤到这个程度了。诺艾卡隆，那么你们现在从我手中收，比我收进的拉普拉斯还要强。没想到拼尽了我的战力，你们还能到这里。你要说的就这些了吗？屈辱啊啊啊！他也会啊？不会吧？可是没有恶魔了。那红豆，你真的是屈辱。
ラプラスキルコミドコン命かえるこの力を作れわな。居然为了拉普拉斯的这些杂的厨余，还要浪费我的生命，使用这种力量。天，堕天！为什么连拉普巴罗斯市长也嘛？你们这个城市每个都会堕天，就跟七龙珠每个都会变超级赛亚人，有什么好意外的？巴格纳，你以前明明就没有到达堕天的境界啊！干，人家也是会修炼的好吗？你以为真的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大众都不修炼的好吗？人家每天都躲在那个练功室偷练好吗？西卡姆，苦累活动，而且这种程度，你到底堕天堕到什么程度了？我来玩的，诺埃尔卡罗，我啊，诺埃尔卡罗。かつて俺を支配したこのラプラス。我支配了这里，我还要继续对这个拉普拉斯复仇不可。我为了支配这个城镇，把我现在支配一切都利用，使尽了一切。そのハズタグ。为了这一切，拉塞的 ，Oh my， 你到底做了什么？哼，丢脸了，卡罗。我啊，在跟你契约结束的时候，知道了那个代价，你还记得吗？你说作为市长的人生会破灭，那是你要给我的代价。那你，错，拉普拉斯作为的手脚，作为我的盾，我毫不给任何空隙，做出了不会毁灭的环境。假，那又怎么样呢？你觉得呢？作为这个代价，作为这个齐居而生的恶魔能量是，该不会？恶魔的契约啊，拥有超越人类智慧绝对的奇迹，而这个代价也超越了人类智力绝对的真理。所以啊，我把跟你之间契约的代价给吞下去了。我吞下了那个代价，成为了现在我的东西。把自己的代价变成自己的力量，そんなのもはや简直比魔人还。悪魔、恶魔、そういうんでも間違いではないだろうな。要这么说也没错。以前我就说过了，卡隆。今の俺なら別にお前を送れはどこのことはない。现在的我没什么好怕的。你到底到了什么样的？当然，还不能说完全掌握住。我多少都一夜吧，那这是为了不让，这是为了让我破灭所生出来的力量。也就是说，在我完全控制之前，也有可能会造成反噬，招来破灭。所以我一直把这个当成是我最后的底牌，在没有必要之前，绝对不会使用。对，还有说他的代价是会让他毁灭，所以当他使用这个力量的时候，会毁灭他自己，所以他一直不用，就是这个原因。但没想到，那最后被逼到了这个程度。所以呢，这个就跟恶魔契约一样，这个绝对的真理有一样的力量，是不可能赢得了的。怎么会有这种事呢？しかし，不过呢，那你们居然能够破坏了我这个完美的拉普拉斯，还在拉普拉斯里面出现。然后还因为你们的关系啊，导致国家也介入了，他们也送了反恐部队进来。我的拉普拉斯也要改变，都是你们的错。但我也承认，你们的势力之所以会大到这种程度，也是因为我实在是太大意了啊，也是个慢心王啊，你跟金闪闪一样是吧？咋秀？今のラプラスでは、お前たちの止められない。现在的拉普拉斯阻止不了你。喜んでよ。第一ラウンドはお前たちの勝ちだ。开心吧。第一回合是你们赢了。だが、ここから俺も本気を出そう。接下来就是我要认真的时刻了。接下来就是处理掉那些妨碍者们，制造一个乐园。不需要什么乐园吧？刚才没看清楚。这个拉普拉斯就要从我的手中解放，来接受新的样貌吧。
Cosi La Plus 啊，要登让拉普拉斯登，目标是拉普拉斯的顶点。Coco Galio 都不需要跟你找敌人作战。一考加奈，不错啊，你的脸，哼，真是跟你的魔人之名相似的脸呢。没想到那个我曾经舍弃的名字，又会再有用它到它的一天呢。我们得 OK， 记得记清楚吧，我的宿敌诺艾尔哦，我就是加虐的魔人拉塞鲁巴洛斯达。可是哦，可恶，没有直击到，都是天气太烂了。加玛嘎嗨达，妨碍的人来了。伊玛瓦索雷的九分呐，这样就够了。福格奥斯卡，还活着吗？我也到极限了，已经没力了。诺艾尔卡隆，虽然很可惜，我们先撤退吧。外面也增援也增加了，已经没有办法了。切！喂，上面很奇怪，快点。Time over 吧，结束了。外面的人来了，这下我也麻烦。总之，就算是平手吧。啊，ダガ、その前に，在那之前，先ほどプレゼントは返しておこう，刚刚的礼物还给你。あかん！次は、お前たちのために今まで買ったプララプラスに会おう。下一次啊，就等着为了你们而改变的拉普拉斯重新见面吧。西克索。安娜豆，下一次一定会把你。西克斯，我妈哟，下一次一定会把你。科洛斯，这集好嗨哦！我靠，我觉得这作者的演出跟故事功力超的有，真的超有够强的，真的超强的，真的超强哦！我觉得今天这一段基里安那一段真的超好的，基里安这一段真的，其实说真的很老梗啦。基里安那段虽然真的很老梗，但我觉得还是真的很棒。对，西山那个就是老梗，可是觉得他的演出真的是没话讲，然后加上他的 BGM 真的用的也是超好的。他 BGM 用的也是超好，那段我觉得超真的超棒，基里安那段真的超棒的。对啊，还有人要啊！哇，感觉这做的真的是，虽然老梗，但是演出真的是没话讲。哇，只是缺点是每一次演完我都快忘记之前演什么了。对，对，简单讲，市长他是应该这样讲啦。因为代价，之前他们有讲代价是不可逆的，所以他们我这样讲好了，恶魔的代价是必定会发生的，所以恶魔代价有着超越一切的真理。你就想象成所谓的恶魔代价是一个世界的真理，是拥有的不可逆的东西，所以恶魔的代价本身就是有非常大的能量，所以市长他把那个恶魔的代价那个能量吞进去，转变成自己的力量，所以他的力量就会跟恶魔是拥有同等的强度，或者是甚至在恶魔之上。对，有点这种概念，你就想成世界的意志啦，你就把恶魔的契约的那种实现力量就把它想象成世界的真理跟世界的意志，所以他拿到世界意志的能量当然会超越恶魔，因为你想嘛，恶魔都不能反抗恶魔契约，不是有讲吗？西萨反抗了恶魔契约就直接回归虚无啊，所以当连恶魔都不能反抗恶魔契约的话，那如果今天市长能够使用恶魔契约作为自己力量源，那一定会比恶魔来的强啊。市长的契约哦，就是市长的契约就是当他当上市长的时候，他的人生就会毁灭。对，当他当上市长的时候，他身为市长的人生就会毁灭。所以那个时候卡隆一直很怕他自己的市长会被的那个人生会被卡隆夺走，所以他就建除起了自己的拉普拉斯，然后就是不让任何人来侵略他的拉普拉斯这样子。然后他最后留下的手段就是把契约
把契约吞掉，但是因为契约的结局是会让他毁灭，所以当他使用契约的时候也会伤害他自己，所以他本来是没有打算要用的。对，就是我原本没有打算用这一招的。对对对对对对对，看，可是这样很难打，好不容易西萨赢了，也不能讲赢了，西萨算是自己认输啦，而且本来看起来根本打不赢西萨、啊。对啊，看这样怎么赢？这个强度差很多呢。而且接下来如果还有翻空组织进来，还有不知道多少东西可以演呢。看，好好玩啊！而且居然是加虐的巴罗斯，所以应该就是跟被虐的诺艾尔就是完全就是相反的。对啊，真的潮，这个真的是潮梗啊，真的是潮梗。我记得他这部有漫画啦，所以你们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漫画。然后我印象没错的话，好像有说要动画化。我记得这部有说要动画化，而且我觉得他如果做是，哎、欸，不对哦，是这部要动画，还是那个什么天使，那个什么，那个那一部啊，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天使啊？那部啊，就是那个男主角是杀人鬼的，女主角是小萝莉那部。突然想不起来叫什么天使啊？哎、欸，不是骗意的天使，什么天使？我忘记是这一部还是那一部要动，是因为这两个是同一个作者哦，杀戮的天使，对，杀戮的天使，我忘记是哪一部要做成动画了，对，好像这两部有一部哦，是杀戮天使哦 ，OK OK， 那是杀戮天使，不过我觉得这一部也会啦，如果杀戮天使到时候他动画画不错的话，我觉得这一部他的演出动画化会更好，对啊。对啊，我觉得这部做成动画版，看想到刚刚的画面都染，然后大家就一直靠北。看卡龙你超愤的，我觉得卡龙最帅就是第一集跟第二集了。我觉得卡龙为什么随着剧本好像越来越废呢？是我错觉吗？难道他就跟那个 Jump 里面的定律一样，成为我们伙伴之后会越来越废吗？是我的错觉吗？卡龙好像越来越派不上什么用场了。糟糕糟糕糟糕，果然是大家等级提升之后一开始点满了大恶魔就不行了。所以卡龙我看你还是赶快去变身成超级大恶魔吧。不然就是卡龙习得了那个西萨的真理，也成为了悠久的大恶魔卡龙。嗯，好、哦。好啦。哦，对，卡龙下棋，卡林下都得摔一波，对啊。可是现在问题就是，卡龙的契约到底，你卡龙如果就算死的契约还有没有绑住，这个不知道，这个就不知道了。对，一开始强调是大恶魔，后面只好比大恶魔更潮。就像一开始就有超级赛亚人，后面只好有超级赛亚人二跟超级赛亚人三是一样的道理了。啊，我看啊，我记得作者差不多半年，快三四个月才一部。所以下一集出来大概也要五月六月了吧？好啦，大家就好好期待吧。我觉得这一部就真的觉得是期待，就是很值得期待啦。就是我觉得会觉得说很希望它出来会有什么新篇章。对，好啦，那今天大概到这边。那我也知道我很久都没有开退曲了。那明天应该也会开啦。明天我们看看状况，明天看到时候开什么吧。其实我还删机了很多游戏可以玩。然后加上我还蛮打算玩 Doki Doki Little Nature Club， 就是心跳跳文学社。可是我他妈一直觉得我玩心跳跳文学社会不会一开场就被雷到爆？因为我知道这部我会玩原文，我先讲心跳文学社我会玩英文版，我不会玩汉化版。那因为我知道已经很多人已经都看过或是看完过了，所以我现在只担心的是我会不会心跳跳一开十分钟后我就已经全部被捏光了。对，那应该可能会开心跳跳文学社，不过到时候看情况啦。我为了想玩，所以我心跳跳文学社的相关的东西我完全都没有看，我完全都不知道到底在演什么。对，但我知道它不是一个表面上那么单纯的一个作品，对，它不是表面上单纯的一个 galgen。对，那反正等一下，盗夜侦探我没放吗？哎、欸，盗夜侦探我还没剪吗？干，我还没剪吗？啊，完了完了完了，好像没剪。对，我想起来，我好像之前太忙没有剪《盗夜侦探》。好，好吧，那我就好吧，那我把《盗夜侦探》剪一剪好了。对啊，哎 ，Doki Doki 哦，那别看聊天室，干别看是我录影的就好了。哦，盗夜侦探没剪，我一直以为我有剪呢。这片哦，好了，我赶快剪一剪。这片我应该今天可以剪至少第一集出来吧。
哎，你看我之前已经忙到我都不知道《盗贼侦探》到底剪了没有。好吧，那我就好了，我就尽量赶快把今天看能不能把今天这个剪出来，然后 Doki Doki Literature Club、看情况吧，反正明天应该会开啦，对，我应该会开，我不保证100%开，对不对？好啦，我应该会开啦，好吧，到看状况。好啦，那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好啦，大家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得蛮愉悦，至少我自己玩的是蛮开心的，对，好，那就这样，谢谢各位今天收看，那我们就可能明天见吧，拜拜。